食道癌、咽喉癌严重会造成气气哦。除了这个上面的食道要拿掉之外，气管这些全部要拿掉。开刀开下去，整个脖子是空掉，只好放个管在这边啊。而且这确实是不能讲话。很多人泡老人茶就是滚烫的水加进来啊，只要50到60度就可能会烫掉黏膜。一天500cc 的啤酒喝超过的话，就有致癌危机。那你要测自己酒精不耐症，喷一点酒然后贴在上面，20分钟如果有变红，代表其实你不是那么想喝酒。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周六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你的健康。